正所谓，あれ、乱世出英雄。啊，自分を信じろ。お前ならできる。可是他并非典型的英雄。OK。个性散漫，非常幼稚，喜欢嘲讽，还很粗鲁。一旦认真起来，他的高超剑术无人匹敌。千万不要以貌取人。《银魂》第二季，锁定正。